Essence 的，就是他们家的这块香蕉饼，不是不知道啊，到时候我查一下。这个也是很好用，然后它上起来呢就有一点全磨皮，但是我每次会用那个 CBB 的粉扑上它，然后会也是用量非常少，然后我就上在这个位置就还好，就是它不影响我脸上的光泽感什么，就上在这个位置。后续我在上什么修容的时候就比较推得开，这块也好用，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性价比之王吧。我之所以就是老用它推荐它，第一是因为我觉得它不错，第二是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它够便宜，就是很适合学生党这块，就没得挑，就挑不出毛病的一块。